妈，先吃片西瓜，待会儿我们去拔花生吧。儿子，等一下拔花生你就不要去了，你就在家里吧。干嘛要我在家里啊？我们一起去拔不是更快点吗？马上都要开学了，你就在家里面收收心，把功课复习复习。再说花生也没多少，我一个人拔就可以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学习上的事我会安排的，是大热天的。既然我在家，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去啊？儿子，这个暑假你在家里帮的忙已经够多了，真不用。没事的，妈，走吧。好吧。妈，你还说没多少花生，这不是有这么多吗？这哪里算多呀，也就几圣地。妈，就剩这一点了，你去歇会儿，我来拔。好，那我去捆了。老板，这三轮车怎么卖？有没有大一点的？有这个大一点，这个车子大，这个在凶箱和东西使用。就拉这个，挺好的。孩子，累着了吧？歇会儿，等一下再来搞。好。七妹，我把车子买来了。你就买来了？我不是说晚一点再买吗？早买早用了，你看还有这么多玉米没有卖呢。好，买了就买了吧。不过有了这个车子就方便多了。是啊，你看我们早就应该买了。这不是买了吗？刘飞，你今天不是去做事去了吗？怎么好好的想到买三轮车了？我不把它买回来，等你去买，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再说今天去拉花生，你们又累到了吧？我倒是没什么呀，有时候妈一个人在家，没有三轮车是真的不方便。妈，现在有了三轮车，你终于可以轻松点了。知道了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是怕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家累到了，这下你们总该放心了吧？放心了。妈，是不是我们家新的西瓜收成挺不错的？是，也不枉费我们花那么多精力去种，也算是买了个好价钱。这块地不管种什么，收成都还不错，过段时间就可以种油菜了。金妹嫂子，你们家的西瓜怎么就没有了哟？我还等着你送两个给我吃的，你们怎么全拿去卖钱了呀？你这么大个人呢，好吃懒做的，想吃西瓜你自己不会去种啊？我们辛辛苦苦种点西瓜拿去卖，贴补家用有错吗？荣山哥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哦？当时种西瓜的时候我就说过要来帮忙的，不是你不要的呀，搞得我这个夏天西瓜还没吃到嘞。你，荣山，小丽，现在西瓜也快下架了，你到街上去买几个吃吧，也挺便宜的。哼，我叫我老公拿钱到我去买，我才不稀罕你们的瓜嘞。弟妹，剩下的已经不多了，我一个人来搞就可以了。
以后这到街上去买钓鱼，孩子们都喜欢吃你弄的鱼。好啊，儿子，我们去买鱼吧。嗯，好。老板，这鱼怎么卖的？20，20能便宜点吧？便宜就算19。那这样吧，你再少1块钱，18块钱给我来一条了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儿子，不错嘛，还得到讨价还价了。你和我爸养我们三个人都挺不容易的，该节省的地方还是要节省的。新蜜，你这儿子好懂事哎，还会体谅父母哎。是啊，谢谢啊。妈，你把这个拿进去，我去把鱼洗一下。好吗？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。虽然翅膀的苦痛，你让我遍体鳞伤。妈，鱼我处理好了。好啊，你放这里，等一下我来弄。好啊，那我去烧火。嗯。就在远方，当灰烬插红了凝霜的屋檐，当这句脏话不能无声，我不能被赴汤蹈火之难，也许沉重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。虽然从这的儿子，知道你喜欢抠火烙，你妈提前就买好了，还是冰的嘞。妈，你们挣钱不容易，不要买这么多嘛。也不贵啊，想着暑假你们都在家里，就囤了点放冰箱里。这是我在抖音超值购买的，8月20日至8月8日，夏季欢乐季。抖音超值购大牌低价，官方补贴，搜索正品保障的，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，进入超值购频道，搜索可乐就可以买了。儿子，多吃一点。真的暑假，你妈能天天给你们做点好吃的，补补身体。爸妈，你们也多吃点啊！你们每天干活那么辛苦。好啊。我用翅膀掀起那天边的海浪。